家。昨天晚上呢 ，ASTRO 在吉隆坡举办了一场 ASTRO Showcase 演出，为观众预告 ASTRO 下半年即将推出的重点节目。跟往年不同的是呢，今年的 ASTRO Showcase 特别以音乐剧的方式呈现，现场观众可以直接观看新导作，同时也享受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。这场长达2小时的音乐剧是由本地著名导演毕雅主导。同时，这一次的音乐剧也邀请了国内外的艺人、歌手，包括马天后、西西、陈山春、还有泰国的演员、马天等等都会参与。此次的热心的观众们记者陈慧义和张明云云的镜头，感受现场的情况。普通的舞者搭配动感的美国流行音乐，再加上180度大屏幕，带来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。ASTRO Showcase 今年以音乐剧的形式呈现，而得奖以后，下半年即将推出的节目内容。音乐剧的开始由捧红足球运动员为体育节目掀开序幕，紧接着有街舞真人秀节目，本领高的音乐队长。与此同时，这场演出也邀请了泰国著名演员王璐，以及香港著名演员张碧雅和陈珊珠参与。两位 TVB 当家小生在受访时，对于受邀来观演都非常兴奋。两人有出演的《金宵大厦》和《机场特警》剧集，也将会在 TVB Magic 1/2频道播出。多謝馬來西亞公司嘅呢一個 show 啦，咁今日點解會為上嚟咧？因為咧係好熱情，好多謝馬來西亞嘅 fans 一路對我嘅支持啦，咁中意睇我哋啦。